给我吧。你站过去。滚、啊！我！哎呦我的妈！怒了哎呦喂，兄弟啊，上一次你给我寄的这个板栗，这个不好吃啊，它这个核太大，核太大呢也没什么果肉，这个果肉也不好吃啊，吃了以后嘴巴刺疼，关键是它这个嘴巴上、手上红红的呀，啊，我想把它退回。大姐，哎呀，我拿过来。对。Thank you.
些穷鬼啊，全镇上就剩十六个。等一下，啊，你说谁穷鬼啊？啊，谁穷鬼啊？啊，这谁穷鬼啊？不穷的啊，这不是钱的，这不是穷的，你瞎呀啊？这还有呢，啊，这还有呢，这谁不是钱的啊？这不钱的，这是不是谁穷鬼啊？你才穷鬼呢！没那个状态了，没那个状态了。不想好人的不唱、啊、你后面出二不唱停这个人哎呀行行行赶紧进去吧在这儿是你叫大驾吗啊、哦、去机场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不是你往后靠一靠，你挡我看后视镜啦！一天天的，看后视镜你不早点说。美女，加你个微信呗。哦，你把口罩摘了，我看一下。调皮。是心动啊，糟糕，眼神躲不脱。我没有微信。哦。好。哎呦我的妈！
嗯，滚！有人。哎呦我的妈！金蛇太漂亮了，哎呦！哎呦我的妈！有人，老板，你要反抗？哎，哎，你没事。哎呦我的妈！没有撤退可言。